请问是李先生吗？恭喜你成为我们本季度幸运客户，中了一等奖。像这样的诈骗电话都会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叫李东东，是一名电诈猎手，平时工作呢主要就是把公安系统和三大运营商上报的一些号码进行拉黑，把诈骗电话彻底屏蔽在我们的生活之外。我的电话可以记不住，但是96110反电诈专用号码记得一定要接哦。南南兵你好，对您的职业这太厉害了，我接到了电话诈骗，但是紧接着我把这个号码给他挂了以后，还没有5秒，然后我就接到了110的来电。哎呦，太厉害了，怎么他们就知道5秒之内给我回了个电话。现在很多人的手机号都接入了这个96110反诈系统，因为整个全国现在都已经开展了，所以说一旦接到境外或者是不知名的一些号码，他们那边就会报警，他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